在今天晚上，他即将在台北 Lexi 举办他2015《我是曾沛慈》演唱会。今天抢先让媒体朋友先来听听曾沛慈温暖的歌声，掌声欢迎沛慈。请佩慈轻轻的拉开我们的青色的，哇，你好熟女哦！我本来想说应该是从旁边直接说，哦，你要把它掀开来是不是？哦，让我来帮你。这个是，这是1011，是即将要这个哇，成绩要堆到跟101一样高了。让我们来看一下，来先看一下我们前方的媒体朋友，从这个右手边，然后再慢慢的在这个中间，谢谢。哇，闪光灯闪个不停，好，都有拍到吗？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，那接下来就是用歌声回馈更多人，希望能够回馈到全球60多亿嘛，70亿人。对、啊，尤其是只要有华语的地方，就会有曾沛慈。但如果能够可以的话，那走进全球是更好的。是。那当然，今天我们这个演唱会，除了在今天晚上跟明天之外呢，当然在这2天的演唱会，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个只有在演唱会才有的。对，我终于有周边商品了。周边商品，我们来赶快看一下。我一直很渴望自己能拥有这个东西。前呢，在专辑预购的时候，我们特别做了一个曾小慈的票夹在里面，所以是陪伴系的曾小慈转转转，陪伴系曾小慈转转转，贴身小袋。好，对，佩慈既然是陪伴系的话，我们可以比一个爱心，捕捉一下，从左手边来，然后到中间前方。